这个裤子啊，它非常的宽，是可以塞我两只脚进去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它一样弹性也很好，你看，它本身就是宽松的针织，但是它又可以再拉弹，所以基本上这件材料没有问题。然后胸前的地方它是做大 V 的，然后它没有说缝起来，所以基本上你们是里面穿一个小可爱。它其实整件的织纹都很漂亮，它也算是中偏薄，对，但是因为它上面比较没有那种毛毛的感觉，所以它穿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闷。然后它的袖子也是这样子泡泡袖的，所以这件我觉得也不挑人欸。这酒红色是真的蛮漂亮的酒红色，虽然是往年出的那一种，就是正酒红，对，所以圣诞节穿还蛮适合的。它其实里面腰是有做松紧的，然后它松紧是很大的那一种。对啊，然后它的带子也是付给你们的，所以你们要系不系其实都可以。对，170公分可以吗？那个我就是170 ，OK。对 ，Rita 就是170，完全不会，而且还有空间，所以我觉得穿到175也 OK， 就是这个裆的。现在穿起来也是很舒服的，就完全不卡的那种，大家不用担心。